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第十六页，第六行，最后一句。贤首过失引用经文里面的一句话，经云：“从无住本离一切法。”这八个字是经文，皆其意也。这是把它归到第三个旨啊。信其凡心发而止这一条叫我们放下境界，在一切万法里面不要有分别，当然更不可以有执着。为什么呢？一切法了，它不是真的，无助啊。这一句经文呢，很重要。我们多设几句也好啊，先求解悟，然后才知道怎么用功，为什么要放下啊？佛在经上讲，法无自性啊，法无自性，无自性故无所住啊，无所住处，随缘而起，故云无住。啊，后头有个结论。故无住者，万有之本也。这句话很难懂。万有就是万法，就是整个宇宙。在佛法里面讲的，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万法，事上有，理上没有，相上有啊，性上没有，啊，没有自性。没自心，他依什么起的？这万法依凭什么而生起的现象？依凭自心。这个地方又说无自性，这个无自性是没有他的自体。那从哪里生的呢？从自性生的，这个不好懂。我们还是用电视的屏幕来做比喻。啊，现代人
没有不看电视的，几乎啊，电视变成他们生活里头最重要的一部分，每一天他都接触。啊，一天呢，他都不能舍弃。啊，所以这一方面的知识多少都会有一点。我们把真如、本性、自性比喻作电视的屏幕，电视屏幕里头什么都没有，这大家都知道啊。干干净净啊，一尘不染，比喻说我们真如自性啊，我们的本性是这个东西。自性里头啊，没有现象，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也没有，我们的六根呢都接触不到，你眼看不见，耳也听不见，手也摸不到，心里也想不到，它真有啊！所有一切现象，物质现象也好，精神现象也好，都从它那里变现出来的。离开它，没有一法可得啊！那么电视，你看频道，我们一按频道啊，电视打开了，色相音声全现前了。现在什么地方？现在屏幕上。啊，屏幕上任何一个色相，有没有离开屏幕？没有离开。色相千变万化了。荧幕如如不动啊，啊，真如自性从未动过啊，所以它能现象，能现音声，所有的境界相，有没有自性？没有自性。如果有自信，那就是真的了。没自信，那他的信是什么呢？哎，信真的就是真如本性。无自信的信啊，是真正的自信。所以法无所住住住住，法不住不住，刹那生灭。我们电视上的这个色相也是刹那生灭啊。那么懂得电视原理的人都知道啊，它是用几何上的点组成线，由线组成画面，移动的速度太大了，不是像电影，电影移动的速度啊是1秒钟24次，电视上这个点线面的移动，1秒钟可不止24次啊。啊，24次显示不出来啊。啊，那佛告诉我们，我们现前这个宇宙，3维空间、4维空间也好，5维空间也好，啊，无量维次的空间也好。佛说了，
它移动的速度多快啊！啊，一秒钟，1280兆次的移动，生灭无常啊！啊，哪里会有东西存在呢？啊，所以说真的了，这是一真的说，就是一诸佛菩萨化身大士，他们清正的境界。这个地方化身大士，严格的来讲，八地以上。在如来十宝庄严土41个位次化身菩萨了，41个位次讲到最高层的5个位次，8地、9地、10地、11地妙觉，5个位次，最高的5个位次，他们看见了，他们亲证了，切地以前啊，切地以前，从初住到切地37个位次，这些菩萨没有亲证啊，跟我们一样听说。啊，听如来，听8地以上菩萨所说，他们亲证了。所以我们从圣言量而得知的。啊，这些大圣大贤不会说妄语。啊，像《金刚经》上所说的，如来是真语者。如语者，啊，不妄语者，我们信得过啊。所以一切法了，没有自体呀。啊，真如本性，它不是物质，它也不是精神。我们6根圆不到，所以说它空。这个空的意思很深，空不是无。啊，说空就是你圆不到它，啊，你看不见，听不到。啊，也闻不到，啊，摸不到，想不到，所以说空。这个空是有，不是无。它能生万法。一了解它的真相，叫事实真相。《法华经》里面讲，诸法实相。华严经里面讲一真法界是一个意思，两个人说的话不一样，讲的是一桩事。一真法界就是诸法实相，诸法实相就是一真法界。四无所住住啊，离就是性，也是无所住住啊。我们在这里打个妄念，要想控制它，住住了，
你心里有这个东西就住着了。啊，这是我们凡夫没有办法的，凡夫不能成圣啊，凡夫离不了六道轮回呀、啊。为什么呢？有住有着，这个住着什么意思呢？你心里头有，就叫住着。我心里常常想着一个人，这个人就住着我的心，我就住着了。我心里想一桩事，你就住着在这桩事上。啊，我心里想佛菩萨，你就住着在佛菩萨里，麻烦大了。为什么禅宗里面讲念一声佛号要漱口三天？啊，不是真的漱口三天，是比喻啊，不能把住着在佛像上。为什么呢？佛像也是一法，佛经也是一法，法无自性，无所住处，你要去住处，你就麻烦了。所以，大乘经教里常讲：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四个都不住处了，你才入佛门。心里有一物啊，入不了佛门呐。啊，唐朝时候，神秀大师身世菩提树，住着没有？住着了。心如明镜台，又住着了。啊，还得常常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没见性啊，在哪里呢？在六道里头修行，不错，这个方法是很好。六道里头修行，啊，慧能出来把它修正了。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无所住着嘛，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五祖把衣钵传给他了。啊，为什么传给他？他不住，他心里都干干净净的，一法不离，连佛也没有。回归自信了，这个难，太难太难了。说起来很容易啊，你只要真正能把万缘放下，你就成佛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什么人放下，什么人成佛？什么时候放下，什么时候成佛？放下，不能执着。啊，所以在这么多年来，啊，我常常劝勉同学放下，从哪里放弃？从不分别、不执着做起。啊，具体下手之处。你一定要晓得，就是一切法不可得。般若经上讲的好啊，啊，心经说得很清楚，很明白。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啊。
说得好啊，真的是如此啊。所以我们面对一切法，头一个放下对立的念头，我从这里做起。第二个放下控制的念头，第三个放下占有的念头。如果我们对一切法、一切人、一切事、一切万物没有对立，没有控制的念头，没有占有的念头，你多自在呀！啊，这个是你修道啊，严重业障啊，第一关突破了，这一关突破了，别的都好办啊，就这一关是最难突破的，突破了。啊，那这样子，这人生还能有乐趣吗？有乐趣，真乐，不造业了。啊，你看，贤首大师不是在这里教我们吗？随缘妙用，随缘有乐趣啊，世事无碍啊。妙用是什么呢？不对立。是妙用。不控制是妙用。不占有是妙用。如果随缘里面起了对立，控制占有，那叫造业了，那就不是妙用了。那造业怎么样呢？造业你就感得业报啊，这个业报啊，这里面就有善有恶。那善呢，就感三善道的业报；恶呢，感三恶道的业报。如果是对人啊，对一切有情众生，肯定有冤冤相报，生生世世没完没了啊，这都通通变成冤亲债主了，就这么回事。所以我们不能不知道。那怎么化解法呢？你能把这三桩事情真做到了，不对立，不控制，不占有，所有的冤结都解掉了，化解掉了。诸位要知道，冤结是双方面才能够接得上，我这一面解开了，那边想报复也没法子报。我说对象没有了啊，对象不存在了，这个重要啊！啊，宗门里头啊，有个公案，就有个例子啊。啊，一个老和尚参禅的功夫非常好。啊，真正到什么呢？忘我了。寿命到了，啊，阎王派的小鬼呀，要带人啊，小鬼找不到他。那问别人这个法师在哪里，他找不到。哎，有个人告诉他，
他最喜欢那个钵，他吃饭的那个钵啊，最喜欢。你去敲那个钵，你就会找到他了。哎，真的，小鬼敲钵，你敲钵了，果然他现形了。啊，现形了，这小鬼马上就抓他了，他立刻把那个钵放下了。这个放下不是事上，心里头不再观念他了，又不见了，就找不到了。这个公案很值得我们警惕啊！换我们现在人讲嗜好，你只要有一桩嗜好，你就会被小鬼抓住，那就是你的辫子。所以佛祖告诉我们：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啊，身心世界，身心是我们这身体上，世界是外面环境，通通不执着。不但外面环境不执着的，啊，不执着，具体的说就决定没有控制的念头，没有占有的念头，一切随缘啊，那就叫妙用。啊，恒顺随缘，这才是妙用。啊，决定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为什么？因为他无助。啊，我也是无助。啊，我要到无助身心，那就见性成佛了。啊，慧能大师给我们表演的，不就是这桩事情吗？啊，他为什么能成佛？他为什么能见性？不再执着这个身心了。啊，不再执着这个身体是我的。不再执着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生活，不再执着啊！一切怎么样？随其自然这叫妙用啊！随缘，不起心动念，不分别执着，妙，这个就是诸佛如来，就是化身菩萨应现在世间。啊，所以变成什么都好，没有一样不好。啊，我们在一起学习，常常讲到四种好。日日是好日，时时是好时，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只要你不分别不执着，你就看清楚了啊！你对这四句话就相信了，就肯定了。啊，人遭善恶业是迷嘛？人受善这个苦乐报啊，是果嘛？如是因，如是果。啊，你往深处、细处看呢？因是虚妄的，果是假的，不是实在的。所以佛说如梦幻泡影啊，如露亦如电啊，应作如是观就对了。
你真正解脱了。啊，解是解开，解开你的迷惑。啊，脱是什么呢？不但脱离六道了，脱离十法界了。这就成真实究竟的果得了。所以无助他才能受万法了，万有之本就是无助，什么都没有啊，这个无助啊，跟慧能大师所讲的本来无一物是一个意思。自性里头本来无一物，法界里头也是本来无一物。我们看到生罗万象好像是很多很复杂，其实本来无有，你看到真相了，看到本来无一物，这现象就平，十法界平等了，啊，六道三途平等了，跟谁平等？跟佛平等，跟常寂光平等，这都是事实真相啊。啊，下面维摩经观众生品，从无住本立一切法，这个贤首大师引用的就是这一句啊，经里面有注解，这个注解是鸠摩罗什大师讲的，叫同注曰，实曰，这个实就是鸠摩罗什大师啊，他老人家说，法无自性啊，缘感而起啊，那么这缘感而起呢，就是一切法从心想生，心想是缘啊，想什么它就现什么，不可思议啊！啊，华严经上讲，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心就是自性，自性所现现象啊，它现的相它就有变，就刹那生灭有变，这个刹那生灭的现象呢是识，妄想分别执着，它是动的，它是个波动，它不停，它要一停，幻象就灭了啊，就没有了，就回到一真法界了，真的是一真常寂光法界啊。那常寂光现不现象？现象。怎么现象呢？众生心念念啊，众生那个妄心啊没停止啊，他还在那等等动啊，他真动常寂光知不知道？知道啊，知道常寂光回应啊，
众生有感，菩萨有应啊。应的是什么？应的是随缘妙用。啊，众生没有觉悟，在迷的时候，啊，六道也好，三途也好，十法界也好，啊，众生与众生有没有感？有。啊，缘感而起，我们也是缘感而起，但是怎么样？用就不妙了。啊，用的时候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起来了。这在佛法叫造业呀。啊，业有善业，有恶业，有无忌业。啊，所以无忌业了，说不上善恶。啊，我们想喝一杯水，这是无忌业。我们拿个毛巾擦个脸是无忌业，说不上善恶。啊，那佛法善恶也有个标准，利益众生是善，利益自己是恶。为什么？利益自己一定会损害别人，损人利己，利己损人，所以他是恶业。这些道理事实真相啊，不能不知道啊。啊，罗什大师这两句话说得好啊。啊，后面说了，刚起未起，莫知所寄，寄是寄托，啊，也就是他所住的。这个境界像没起来的时候，他无所有，这是真的。自心清净心里头，一丝毫染着都没有。啊，未起的时候，故无所住。那么无所住啊，无所住故啊，这非有，有无都说不上。啊，不能说它有，也不能说它无。这是事实真相啊。慧能大师见性，说了五句话：何其自性，本自具足，这就是此地这个这非有。啊，自性清净心里头什么都没有，你不能说他无。为什么呢？他遇到语言能生万法，虽然能生万法，你不能说他有。这个事就好像在做梦一样。你睡熟的时候没有做梦，你不能说他有，也不能说他无。啊，梦境现前了，好像是有，醒过来之后啊，没有，一场空。你说他是有还是无？
自性现象，真相如是啊，就像这个样子啊。自信是真正的自己啊，宗门里面常说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这自信啊。他现象就好像做梦，为什么会做梦？什么原因会做梦？没有原因。如果有因、有缘、有果，那就是真的。没有原因是什么？是妄的呀，它不是真的呀。佛法这一点说得好啊，它不是真的。啊，所以无明叫无始无明，无始没开始，不是真的，有开始，有终了，有始有终，那就真有，没有开始，有没有终了，也没终了，念头有，它就有。念头无，他就无，他是从念头生的，念称之为妄念。啊，现在科学家称之为波动。啊，动就有，不动就没有。所以它不是真的 啊，非有无而为有无之本。有无讲什么？有无讲设法界，设法界六道三途，有有有无啊，怎么说的有呢？这有因呐、啊。人要是有妄想、分别、执着，他就有；人要是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他就无。他有，有因。可是妄想分别执着啊，非有而为设法界一正庄严有无的根本啊，设法界一正庄严的有无是从妄想分别执着非有无而变现出来的啊，这句话就这个意思啊。所以妄想分别执着，那是第一念，那个念头没有因，是叫非有。设法界一真庄严是有有啊，有有无从非有无来的，非有无是无住。所以无住是一切法的根源。维摩经上说的啊，罗刹大师给我们解释啊，起心论里头也说到，
夫真心辽阔啊，辽阔是形容宇宙太阔，广大没有边际，啊，这当中还有的话我们把它省略掉，非生非灭，四相之所不迁，无去无来，三际莫之能易也。四相讲尘诸坏空，三际是讲过去、现在、未来。那我们就晓得，四相是指的空间，三际是讲的时间。啊，真心。就是前面讲的自信发现，啊，无主本，都是讲这桩事情，啊，真心用辽阔来形容它。啊，南大师说的不生不灭，啊，本不生灭，本自清净，本无动摇，时间空间都不能范围它，啊，它没有生住异灭，啊，这个四相，佛经上讲得很细，啊，在有情众生份上，像我们人，人的四相是生老病死，啊，在植物呢有生住异灭。在星球啊，世界有尘住坏空，啊，四相不迁，它不变呐、啊。我们这个四相变得很厉害啊！啊，你看人从生，啊，到老，到病。到死，这个现象清清楚楚啊！啊，可是自信呢，没这思想，啊，不生不灭了，他没有这个现象，啊，他也没有过去、现在、未来。三际莫能易，啊，易是改变，但以无住为心，啊，这讲它的性质。我们可以这样说，同学们能理解。念念不住，啊！弥勒菩萨跟我们说的，宇宙万法从念头起来的，
念念成形，形就是物质现象，形界有实，实就是精神现象。啊，那我们要知道，既然精神现象跟物质现象是一不是二，决定分不开，那我们就要知道，只要是物质，乃至于虚空，虚空也是个现象。有没有见闻觉知？有，决定有。所以我们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有没有人知道？人不知道，我们可以瞒着人，除了人之外，自信知道。自信是什么？自信是如来，诸佛如来知道，天地鬼神知道，所有一切万事万物他都知道。我想谁知道吗？那我们的房子墙壁知不知道？知道。啊，任何物质都有见闻觉知。所以华严经上说，情与无情同源种智啊。这道理从这说的。啊，我说它是性德嘛。啊，我们还用比喻来说，比如这个电视屏幕上的，屏幕里面所现的一切境界相，屏幕知不知道？它是没办法离开屏幕。屏幕知道，通有见闻觉知。啊，屏幕是长期光啊，它要没有见闻觉知，他怎么能跟十法界应对？那众生有感，他就有应。他要没有见闻觉知，他就不能应了，他就变成死东西了。啊，所以整个宇宙是一个有机体，活的，它不是死的。啊，人会不会死？没有，不会死。啊，所以我揭露的这个美国卫斯四书，我让同学们多做几篇，大家可以看看，看了之后你就明白了，人没有死。啊，死是什么？是你的神识离开身体而已，离开身体他还活着的，他还生活着。啊，他到另外一个空间去了，没死。啊，所以他的结论呢，人没有真正出生过，也从来没有真正死过。啊，生死只是换个身体而已。啊，换身体真的就像我们换一件衣服一样。啊，所以不必害怕了，不要留念呐，不要留念。身体是越换越好啊，所以人生在世啊，他从总结里面找出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提升啊。他们没学佛啊，不知道最高的是什么东西啊，有最高像神一样的啊，那么在佛法知道妄尽还原啊，啊，回到究竟圆满的自信啊。佛法最高的境界是跟自信
融成一体。啊，我们真的，这佛经上的比喻像海水，佛把海水比喻作自信。我们迷了自信，海水里面起一个水泡。修行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呢？把这个水泡打破，就是海水。啊，菩萨们知道，没打破还是海水。这就是菩萨在十法界应化了。啊，没打破，他知道是海水。但是凡夫啊，他不知道，他认为就他那个水泡是独立的，跟别的水泡是独立的，跟大海不相干，这就完全迷失了自信了。这下面是以无住为心，随派分歧，逐迷雾而生成，住因缘而起灭。这些人说，这是说这宇宙之人生的真相啊。随派分歧，这个派是什么？这派是业力啊！业力为什么说派？也太复杂了啊！佛从总的来说，善恶无忌啊，或者在佛法里面说呢？有善业，有恶业，有净业，啊，加了个净业，无忌业。啊，净业就不落轮回了，轮回里的是善恶业。啊，净会到哪里去了？净土去了。什么地方是净土？四圣法界是净土。我们这凡圣同居土啊，往上叫方便有余土，是净土。他们都没修净业，净业修成了，向上提升了，那真的净土了，十宝庄严土。啊，真净土，为什么呢？那个地方不生不灭。这个设法界、四圣法界还有生命啊，生真净土了，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啊。这个见性就是说，不再用妄心，用真心啊，用真心。就是佛，用妄心就是凡夫啊！设法界里面的佛菩萨还是用的妄心，用阿赖耶。所以大乘教里面都把它称凡夫啊。六道呢叫内凡，四圣法界叫外凡，六道以外的。这外凡啊，出设法界才叫圣人啊。这个里面我们要知道啊，所说的圣人就是他不起心不动念，在一切境界里头不起心不动念啊。我们要问了，
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五十三位善知识，他们都是真正的诸佛如来。示现在六道，示现在人间，他有没有起心动念？没有。有没有分别执着？没有。但是他的生活在日常活动跟我们人完全没有两样，和光同尘，那叫妙用。啊，你看，他也断恶，他也积善，啊，他也修功，啊，修积功德，啊，甚至他也做卧室。随缘嘛，啊，心里面真的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妙用啊！啊，他是不是融入在真如自性里面，融入在常寂观里面？是的，一点都没错。啊，从长极光，从十报图硬化的妙用啊！他有没有造业？没有，没有起心动念怎么造业？没有分别执着怎么造业？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在恒顺众生里。一桩事情，一个方向，一个目标，感化众生啊，帮助他回头是岸啊，帮助他觉悟啊，帮助他回头啊，啊，天天在做这个事情，自己确实没有分别，没执着，这叫妙用。啊，有分别，有执着，那是在学佛，没毕业，哎，还在做学生，这个时间很长。啊，六道是在讲，是小学。啊，设法界里面才是中学，才是大学。啊，声闻缘觉何必是中学？菩萨佛是大学。啊，真正拿到最高的学位，毕业了，离开设法界了，往生到十报土了。成佛了，好像拿到博士学位了。啊，这个就是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呐。啊，设法界一真庄严。啊，著迷雾而生尘，这是凡夫迷了，往下堕落；雾了，又往上提升。
助因缘而起落，起灭。因缘是你在这造作，起灭是果报啊！起三善道，灭三恶道。但凡夫在搞这个东西所以永远要记住。决定不能够怨天尤人，无论我们是随顺境善缘，或者是随恶境恶缘，全是自己染尽善恶的业感啊，与别人不相干啊，纵然是共业，与别人也不相干，一定要自己觉悟，自己真正忏悔啊，断恶修善。才能像中国人所说的趋吉避凶啊。印光大师一生极力提倡了凡四训，了凡四训，把因果的事理讲透了，真正难得，那是袁了凡先生一生实行改过自新的报告，云谷大师给他的开导，他明白了，他觉悟了，才知道命是自己造的，福是自己求的。佛法讲命运，但不是续命。命怎么回事？过去生中所造的业，你这一生当中所受的报，这叫命运。那自己造的嘛，与别人不相干嘛，自己造的。当然自己可以改怎么改法呢？我不再造恶了，我全造善了，命运就改了。你这一生当中有一些不如意的这些不善的果报全没有了你所祈求的所向往的统统现前了。升官发财能得到啊，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实在讲不是从佛门当中求的，是你从自信里的求的，
佛家讲自信啊，这个要知道，他不迷信啊。啊，向哪里求啊？向你自心里面的求，有求必应，向外面求，求不到啊。啊，通通都要向自心。啊，求长寿得长寿，求儿女得儿女，啊，求升官就升官，求发财得发财，什么都能求得到，求成佛都能得到，啊，何况世间啊这些小事，啊，哪有求不到的？啊，你要懂得道理，啊，真的有求必应。啊，我们学了，得到好处了，要全心全力把这个好处介绍给别人。啊，大家都能断我学这个行善，那就形成共业了。共业好啊！啊，共业就是天下太平。共业就是极乐世界啊，我们能不能把这个地球变成极乐世界？答案是肯定的啊！只要地球上的居民觉悟，放下对立放下控制放下占有，这世界就是极乐世界啊！我们学习给别人看嘛，这学菩萨嘛，先学什么？先学谦虚。第一条，六爻皆吉，趋吉避凶啊，从这下手。中国古圣先贤教我们从小学谦虚啊，谦让啊，啊，基督教啊，不是天主教啊，你看玫瑰金他们的早晚课诵啊，玫瑰金十五段，第一段，圣母玛利亚的谦虚摆在第一条啊！啊，我们中国老祖宗啊，也如是啊！你看，你读《礼记》，《礼记》一翻开，第一句：“去礼乐，无不敬。”那佛法你看看，很多忏仪，我拜忏的这仪规，你展开本子，第一句话，一切恭敬，一心顶礼，谦虚啊！啊，人在谦虚恭敬，才满心的欢喜，满面笑容啊！中国的寺庙有一定的规矩啊，你进山门第一个看见是谁啊？弥勒菩萨啊！弥勒菩萨造的是什么像啊？布袋和尚的像啊，宋朝时候布袋和尚啊，他走的时候告诉大家，
他是弥勒菩萨再来，说完就走了，这是真的，可不是假的。说完就走了。啊，所以以后中国人造弥勒菩萨像都造他的像，欢喜佛。啊，第一个见面，进入佛门怎么样？欢欢喜喜。菩萨在一切大众当中所实现的长生欢喜心啊，法喜充满啊，体现出一片慈悲。那我们所有一切不善的念头、不善的行业，才容易消除。如果这一点做不到，你的业力消不了，业力要是消不了，肯定增长，那个麻烦就大了。啊，在六道里面是业报身。啊，善多恶少，你享福啊。善少恶多，那你得受罪也。不能怪人。啊，别业共业都不可以怨天尤人。啊，都要知道自作自受啊，自己承担，没有人能代替的。啊，这个道理不可以不懂。我们生长在这个世界，啊，80年了。第一个圣年不错，还有上一代的断卧修善积功累德的影响啊，虽然社会动乱，我们居住在乡村，没有受太大的影响。啊，乡村里面的居民还能够维系过去那一种淳朴善良的风俗。啊，我们小时候心里面就没有恶人这个念头。啊，心里面想这种人人都是善人，世界没有恶人。啊，我在10岁啊。可是到20岁就不一样了，抗战时期啊，抗战那一年，民国26年，我11岁啊，住在城市里面啊，世风日下了。变的幅度还不大，能感受得出来。啊，30岁，我在台湾了，我23岁到台湾来，
那么30岁这10年，台湾的社会风气好啊，台湾同胞很淳朴啊。我到台湾是从广州坐船到高雄下船，住在台南旭鼎营房，人民淳厚，我们到这边来，人地生疏。出去看个朋友，问问路。他说人真好，做小买卖的，他能把摊子放下来，带着我去走，怕我迷路，带着我去。感激，现在没有了，所以你10年10年来看。现在受西方的西方文化的染污非常严重西方的价值观取代了我们中国老祖宗几千年对我们的教训我们对于祖宗的东西逐渐远离了，产生严重的误会。那么西方的价值观，西方人生活的方式，思维的方式，给我们带来灾难了。这不能不知道我们要认真去反思。西方东西好不好呢？过去我们都说好，现在西方人自己发生问题了。他们要到中国来寻宝，到印度去寻宝，找化解冲突。恢复社会安定和平的方法，他们还没有能真正觉悟。什么叫真正觉悟？现在社会上，所谓自然灾害。那么在中国，在古印度，能不能找到解决的方法呢？答案是肯定的。他们现在还不相信，他们相信科学。科学不是万能。不是究竟圆满的。如果没有智慧，没有伦理道德，科学会带给人类极大的灾难，甚至于带给世界末日。
外国人什么时候才能看到这一点？如果说是十年二十年，这个时间之内他看不出，可能世界走向毁灭了。到那个时候觉悟的时候来不及了。西方不是没有聪明人，有啊，少数，也是极力在呼吁，这一般人听不进去。这在佛法里讲，就众生的共业。我们不能不晓得。我们这一生当中，可以说是非常的幸运的。啊，佛法里面讲，人生难得了，佛法难闻。得人生最可贵的就是闻佛法。你真的听懂了，真的听明白了，依教修行，至少自己的问题解决了。所谓是公修公德，婆修婆德，不修就不得。如何能欺负？实在讲，欺负是什么？你怎么样真正能够认识佛法？那认识佛法之前呢？首先，你要真正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你才会认识佛法。啊，为什么？佛法是建立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风光的。中国文化是什么呢？孝道啊。所以佛教传到中国来，立刻被中国朝野就热烈的欢迎。为什么？跟我们是同一个基础上。中国文化是以孝道为基础，佛法也是以孝道为基础。你看净业三福第一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啊，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啊，所以释迦牟尼佛他老人家灭度之后，他的学生们把佛法向四面八方去传播啊。我们知道，有些地方不到一百年没有了，有些地方啊两三百年没有了，有些地方六七百年就没有了，唯独在中国。啊，到今天2000多年了，啊，真的在中国生根、茁壮、开花结果，成就远远超过印度本土。什么原因？中国人提倡孝道，啊，传到四面八方。为什么他不能生根？他不重视孝道，道理就在此地啊！啊，那我们要是有孝心，真正能行孝道，你就能真正认识传统文化，认识传统文化，你才能认识佛法。啊，那我们要怎认识？怎么样认识法呢？要信，要解，要行。
你才真的认识啊。啊，如果你是不错，还好，我听听啊，了解一些。你要是不做，你尝不到味道，叫乏味也，你尝不到啊。啊，一定要依教奉行。啊，学一个字，做一个字。满清末年，啊，民国初年，东北王凤仪先生，农民出身，没受过教育，后来人家称圣人。啊，他的长处是什么？没有，就是听一个字学一个字，听到孝就回家孝顺父，听到忠就忠于主顾。啊，他是个做长工的，啊，对于他的主顾，他真能尽忠，啊，听懂一个字，他就学一个字，真干。他成就了。啊，那么今天，我看了最近，啊，这一年来，中国有不少企业家论坛，啊，我看到他们的观点。这些老师非常难得了，啊，演讲中国传统文化，真的很感动人呐！啊，这里面有个胡晓林先生。学习的时间不长，啊，大概才两年半，成绩卓著，啊，他怎么学的呢？他跟王凤仪差不多，真干，啊，把《弟子规》这113桩事情，1080个字。真正做到啊，变成自己的思想、见解、生活、行为，啊，自己做出来了，影响家庭，影响公司，啊，在论坛里面做报告。他讲的东西，亲身学习的收获，啊，学习到的所获得的利益，非常感动人。啊，我听了。我告诉很多同学，这些讲座啊，我听到过是青岛2次，啊，唐山1次，啊，保定的还没到，啊，我听过这几次，听说还有很多地方要举办。好事情啊！怎么个学法呢？每一位老师所讲的这个光碟，至少要听10遍，
啊，听的时候放下万缘，用清净心去听，用真诚心去听，你才能听得懂啊！啊，心浮气躁，那得不到利益。啊，心浮气躁的时候最好不听。啊，心清净的时候，好好去听它，渐渐你就明白了。啊，对于改造命运、化解灾难、趋吉避凶，有真实的利益。啊，每一位老师都值得赞叹。幕后这有一句：无住心。慧能大师从《金刚经》上开悟，我们要体会他，他怎么悟？这《金刚经》这一句，我们念过几十遍、几百遍，为什么不悟？啊，他为什么一听就开悟了？无所住就是身心世界统统放下了。而生其心，生的是什么心？救人救世的心呐、啊！啊，悟了之后，悟了未悟之前，生在这个世间是为我活着的，活在世间是为我活的，为我家活着的。悟了以后啊，我没有了，我家也没有，是为一切苦难众生活着的，这就不一样了。诸佛菩萨应化到世间来，他为什么？他不是为自己。自己已经成佛了，已经功德圆满了，所以说他没有自己啊，他全是为别人呐、啊，啊，为一切世界苦难众生呐、啊，啊，像《普门品》里面赞叹观世音菩萨。千处祈求千处应，众生有感他就有应，啊，应方式无量无边。贤首大师在前面给我们讲，总不外乎四德。第一个是随缘妙用，啊，恒顺众生，没有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尚且没有，当然没有分别之处。这妙用啊。第二个，说出他用什么方法，他处处给众生做好榜样，威仪有责，做出样子来给人看。啊，做出什么样子？断卧修善，做出来，破迷开悟。
利苦得乐，啊，用这个身体，用这个家庭做榜样。第三个态度，如何制止？好啊，那不谦虚，如何就做不到？啊，制止是什么呢？制止是诚信呐、啊，真诚呐、啊。用真诚心啊，用柔和的心，自己谦虚，尊重别人。所以人一亲近他，就受他的感化。最后啊，存心待众生苦啊，众生有苦有难，要给他做一个好样子。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日中一时，树下一宿，三衣一钵，一生过苦行僧的生活，干什么？待众生受苦啊，在这个世间享福的人少啊，受苦的人多啊，受苦的人怎么的心不平呢、啊？啊，不平衡了、啊，不平衡，他就多生怨恨，多造恶业。那么换一句话，来生更苦。菩萨慈悲，示现说：你们苦，我跟你们一样苦。啊，告诉他，这个苦从哪里来的？从一切不善业来的。他能听得进去吗？那我们现在放下了我的念头，放下了我的言语，我的行为，我们来学善法啊，这样才能真正的改善我们的环境啊。袁了凡先生改过自新啊，晚年很幸福啊，晚年的福报啊，不是他命里有的，是他这一生当中修的啊。所以命里头没有福报不怕，不重要，重要是觉悟啊，重要是回头，回头是岸啊，重要是接受圣人教诲，接受佛菩萨的指导，依教奉行啊，我们就能断恶修善，破迷开悟，离苦得乐了。离苦得乐不是讲来世啊，是讲这一生啊。啊，所以前面讲的这四种性德太重要了。化身菩萨他能做得圆满啊，为什么呢？他无所住，他到这来是不为自己，
完全为众生，所以他这个四德就表演得很圆满，能摄受一切众生。无住心，心不住一切处也。啊，这个是学大乘的。如果从这里能够入门，快。啊，也就是心里面什么都没有。啊，这很难做到。啊，佛有方便，叫我们住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不住。好，纵然业障很重，还消不了，可以待业往生，圆满成就了。啊，每天。我们礼拜阿弥陀佛的像，口念阿弥陀佛，称赞阿弥陀佛，劝导一切众生，念佛求生净土啊，这好事情啊。放下一切法，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了，一定要晓得，身心世界是假的，不是真的。啊，知道它是假的，我们就会放下了，知道阿弥陀佛是真的。极乐世界是一真法界，那个世界跟设法界不一样，设法界有生有灭，一真法界没有生灭。我们依靠阿弥陀佛成就吧，往生一真法界是最可靠的、最快速的、最稳当的。这个佛在净土经论里面讲的很多啊，印光法师一生苦口婆心。处处劝导啊，特别是在这个末法时期啊，灾难频繁啊，众生很苦啊，这个一心念佛，一心归净土，这个苦难就化解了。你的真干，你就真正能够达到啊！你才晓得这一法真实不虚啊！而且时间不需要很长，我们看到古人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所记载的，一大半的人都不超过三年啊，三年时间不长啊，决心取净土啊，那些真能取得到的人，你细细去观察，他凭什么？就凭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就凭这个。去不了的，啊，念佛念了一辈子，
王僧有把握？摇头，没把握。什么原因呢？放不下吧。放不下就是未能依教奉行。啊，真正依照经教里面教诲去做，没有一个不成功。啊，确确实实是如善导大师所说的，这个法门万修万人去啊，一个都不会漏掉啊。啊，这是我们要记取的。啊，不要说到极乐世界一切灾难没有了，真心取净土，依教修行，现前这个世界的灾难也不影响你了，对你不能产生丝毫障碍。现前就得到，啊，这是希望我们同学要记住。啊，这个在佛法说，上上根人呐。啊，净土里面讲的是根熟之人。你这一生当中，往生西方净土的缘成熟了啊，所以你对这个法门能信、能愿、能行，能行是真干呐、啊，后头就能证了 啊，真生净土了啊，做出榜样来。给大家看，那就是化他，把别人看到你这个样子，对净宗产生信心，向你学习，你成就了，他跟着也成就了，自行化他了，无比殊胜的功德。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